他的舞蹈比想象中的简单，更像主题曲的感觉，真的很好听哎，好喜欢。有了有了，陈良、赵天意，走位。哦，后面的所有的人将自动分到一组，来吧，耶！我们这首歌是一个非常有感染力的舞台，我觉得，相比较起 B 组来说，他们可能就是单纯的帅，但我们不一样，我们是活泼，我们有能量。 就是这首歌，就是对我来说很正能量，然后很积极，很阳光，然后非常适合现在15岁的我。好，我刚才一直在走廊里是等你，然后我在外面听的，把我气死了。就是他们练的，还没练好。就是音乐顶多是音乐学院附中的水准。啊？真的吗？哎，对，你听听看，来，你先听一遍吧，来。 加油！人一说我就来气了。Call me craz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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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起 go. I do love you so. Super, super, super hero. 集结了所有，有你在左右，爱会让我笑到最后。 Crazy，Crazy，Crazy，一起走。请为我加油。Super，Super，Super，Hero。嗯嗯。放的时候我听的，我觉得还行啊，是挺好的。是啊。我知道我这样讲话，他们一定行。就是到了今天这个时候，他们这组犯的最大的问题就是，有些人就已经愣了，就是可能我出不了道，可能我出道就可以了，没有C位感。 感觉18个人应该都是C位，因为他们分的每一段都是应该有，我一定要C位，我这个舞台我一定要撑起来。我看完其实我觉得天天不错呢，是因为他在里面是能够看到他第一次来的时候的状态。我是觉得，因为这首歌的风格跟那首歌不一样嘛，那首是其实说白了是耍帅耍酷，但是这首其实是特别正能量的一首歌，所以大家的表情。 然后动作，还有那种表现的欲望，我是觉得要有刚来时候那种，想让所有人看到你们的那种最原始的状态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期待啊！我觉得这组你们弄好了，肯定很棒。我觉得大家都很努力的想要去完成这最后一次在亚超的舞台，所以大家在训练的时候都很用心，然后我们大家也都在互相帮助去让这个舞台变得更好。 虽然说我们都知道 B 组每个人都很厉害，但是对于我们 A 组来说，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卯足劲儿往上冲的，已经走到总决赛了。我觉得可能现在就是看心态的时候了。无论 B 组有什么样的决胜法宝，我觉得我们 A 组一直都是拿着一个必胜的信心的。这个信心不仅是说要战胜对手，我觉得更多是给大家呈现出最完美的我们，也是最完美的 A 组。 你们这队呢，看表面呢好像有点吃亏，因为就2个是前9名的，啊，是，对，是的，其他都是排到18的是吧？对，但是往往这个会跑出来哦。是哦。对呀，因为压力最少嘛。是哦。因为我自己做选美的司仪做了20多年了，决赛看太多了啦，通常赢出来的都是那些没有那么紧张的。 嗯，我觉得你们状态很好啊，所以不用紧张。嗯，有老师这话，我们稳赢，赢了。A组赢了，听老师这么讲，有信心了。加油，来！耶！这次总决赛想给粉丝们呈现一个有具有荣誉感的、具有活力的、具有力量的舞台。希望你们看到之后会觉得这段时间的支持。 没有白费，陈良也确实一直在努力。我想永远在舞台上对你们说一声，陈良在这儿。Just working and acting for my dream. The stage is a second home, and it's just become a feeling and joy. Don't give up. 9년이라는 시간 동안 연습생을 지금 하고 있는데 이제는 연습생을 끝마치고 얼른 데뷔하도록 하겠습니다. 화이는 무대 많이 기대해 주세요. 希望谭一天可以一直砥砺前行，不留遗憾的。 完成最后一次总决赛舞台，我能做的就是能把我的能量传递给你们，接受我的能量吧，尽自己最大的可能，然后做到自己最好。必赢。
你要给大家看到你真正的实力。文佐匡，加油！为了自己努力那么多年，然后好好的奋斗一把，证明一下自己可以。